仙居真次五花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造型别致，立面变化丰富，结构细腻生动，是传统女工技艺的杰作。这个花钿唐朝的时候就有了，花钿纺织起源就是在我国它的、原来是很繁华的，我们每家每户那个都开店的。但由于其制作工艺复杂，造型过于传统的问题，使得针刺五谷花灯在当今社会难以得到传承与发展。七巧仙灯是一款围绕针刺五谷花灯的灯具定制类 APP 软件，用户不仅可以在软件内定制花灯，还可以了解花灯的历史文化与背后含义。奇巧仙灯致力于科技赋能，通过参数设计优化了花灯的制作流程，用户可以在软件内选择不同的灯体造型和纸张颜色，然后可以从素材库中选择自己心仪的灯面图案。目前我们已经支持6种造型和10种灯面图案的选择，用户只需点击一下即可切换灯面纹样。同时我们的技术也支持用户上传图片作为灯面图案，赋予每一盏花灯特殊的意义。当完成制作后，奇巧仙灯可以一键生成平面展开图，用户可以将唯美的照片分享给自己的朋友，共同享受定制的快乐。在产品生产方面，我们也研发了一套针对花灯的激光切割逻辑系统，实现软硬件结合。最后，用户将会体验手工制作的流程，通过简单的粘贴就可以实现将手机里的图片变为触手可及的美丽灯具。奇巧仙灯力求用科技力量带动传统手工花灯的转型升级，并且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能够在当代年轻群体中宣扬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谱写针刺五谷花灯的时代篇章。我就是想把个花灯发扬起来，卖到外国去。我今年还要到加拿大去定奖。我想的是，我一天就做一天。